今天是夜三打，所以今天是那个特训班。从晚出来也可以实践，只是就是交流比较少。礼拜四才是你们的实践，礼拜五你想来也可以，没关系。我想去。好，那你就先下课，把那个放在背包里面。先下课啊。对，公安队，公安队。公安队拿回来。公安队，公安队，再做，再做，再做。里面有软垫吗？去拿垫子来。拿。喂，主任，你帮我看大哥，帮他拿，帮他拿，把你要捡起来，对，有动物，对对对，放起来，对对对。给他扣起来，对，扣起来，对，他是这样扣空翻的，扣起来，对，往那边，你现在在打，你往那边扣。你一开始这边对这边你就结束了，往这个方向，拿快了，是吧？拿快点，快，拿快了，去走。关注高光。